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啦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可妹，我们现在在台贸，桃园台贸的 B1。夜深人静。没错，声音很小声。然后我们发现，这是桃园台贸的 B1 新开了一个茶摊会，而且他们这边有卖冰淇淋哦。我之前只有在台中的晴美才有看到双淇淋。然后这一支比较特别，这一支是铁观音双淇淋，然后另外一个是珍珠奶茶双淇淋。跟这个。所以吃起来如何？它这珍珠可以超多的，你可以看到哦，满满的珍珠。对，我觉得都快要像是一杯真奶的珍珠了。这种真奶的冰刚推出的时候不是雪花冰吗？雪花冰？哦，对对对对。我觉得个人双奇比较好吃。真的吗？就有那种浓厚。我好奇是它的冰淇淋是牛奶还是茶的味道？我来吃吃看，我喜欢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红茶那个冰淇淋会太甜。可是这个茶味很十足，它珍珠是比较小颗的那一种，因为其实我喜欢吃大颗的波霸，因为我觉得波霸你知道，波霸吃起来的口感就不大一样。那种都是那个、啊，就很大一份，然后一两百块你就一定要学了。对啊，这个小小的其实还不错，然后 Q 弹度也是 OK 的，就是还算是有嚼劲，不是说那种完全软烂或者是硬掉的。铁观音的双起灵，可是它的饼干皮是很脆，我喜欢。它其实也不是太甜，我觉得它很甜哎、欸，我喜欢这个观音味在里面。可是观音茶不应该那么甜啊，就是有观音味。嗯，我觉得这偏甜，我喜欢这个，这个浓郁好吃，就是茶味比较香。然后它饼干很脆，但是也是个平凡的饼干。个人觉得这个的话，我会给65分，因为我不喜欢太甜的冰。这个的话，我会给到79分，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很香。我给一只鸡翅，因为我现在想。那这两个都是49块，然后我自己个人推这个，我觉得它的珍珠奶茶好好吃。这个太甜了，我不喜欢太甜的冰淇淋。然后就是在台贸的 B1 走下来，在 City Mark 的前面就可以看到喽。那你觉得混搭在一起如何？它现在是 mix 的状态。我是很想吃鸡翅。好，虽然想这部影片喜欢请记得一下我喜欢，大家来记得订阅可可酒精 YouTube 频道， Facebook 搜寻可可酒精给我一个赞，那我们下次见到，拜拜。嘿嘿，按下喜欢了吗？接下来还有花絮哟。